这边是真棒啊，前面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建筑，有点像威尼斯的那种桥。这边还有一些，但是我现在得回去上趟厕所，而且我这个相机好像也没电了，找了半天了，我得充充电。哎呀，今天是阴天啊，我觉得气温是最特别适宜，但是呢，阳光不足，所以照相的时候显得暗。这么多软木塞儿。